Yeah.掉里边去了，把它捡出来吧，别再发光的再烧了。调光怎么调？看一下。一个是这边的，一个是右边的。现在是哪一个键啊？现在就是来回。这个。这个是调光的。这是电射的，电射以后点摁一下，要出一下光。啊、哦，摁一下出光。就等于找着光路啦。摁这个 ，press 是八次。这个。哎。